在24/7祷告结束后，会特别为国三的女儿学业祷告，祷告青年牧区的学霸恩高可以流向她，还有兴起读书的环境，让女儿找到读书的动力。当周国高崇拜的讯息就是学霸读书的秘诀。原本不太读书的女儿，按着圣真牧师的方式，主动坐在书桌前开始读书。接着不久，在学校国文老师的刺激跟激励下，女儿找到读书的动力。一直以来，女儿的国文分数是在 B， 甚至低于 B 以下。在这一次的模拟考分数，女儿拿到了 A 的成绩。感谢主！